大众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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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大家晚安哈。我们现在在讲的《法华经》呢，好，进入到开权显实的部分。那实的部分呢，哈，就要讲到所谓的诸法实相的部分。好，那这个实相的东西我们也知道，他有讲说所谓的难解哈，为什么难解？因为这个实相的东西呢，是就是证入哦，证入的部分，那没有办法用言语哈，啊也没有办法用思维可以去思维的哦，那所以这个东西呢，只有佛跟佛能够究竟的诸法实相，所以同学会开始很好奇这个诸法实相了，对不对？哦，他要既然没有办法用言语哈，啊也没办法用诗意的方式去讲的这个东西，那又还要讲出来哦，所以同学就可以开始想哦，这个诸法实相就，哎也是这样深，所谓的这样深妙难解啊，对不对？哦，那可是呢，在以《妙法莲华经》它很重要的部分就在这样显实的部分嘛，我们有讲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诸法实相，我们就会花一些时间来看，好，花一些时间来看，好。所以他这边讲到讲净实法，哦，也就是说，他用十种的方式呢，哈，不同的面向来解这个诸法实相的部分，哦，诸法实相的部分，啊，那他这边说何谓诸法实相呢？哦，若言其相，哦，相就是无相。哦，同学，这有好像有讲跟没讲一样，对不对？哦，什么叫做诸法实相有什么相？哦，它只有一相叫做无相。哦，这个也是这样。其实有时候我们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可以，我们就说佛经其实它很大的用意是在去掉众生的一个执着性嘛，对不对？哈，哎，因为众生都执着那个相。哦，如果有执着相，都是为妄念，没有办法入到实相当中。所以呢，所谓的诸法实相，其实本身怎样，就是所谓的无相，好，无相的部分。哦，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实如是的部分，哈，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因为也还是要从实如是开始做一个延伸。实如是其实介绍的就是所谓的实相的部分。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这边讲到啊哈，不异名也哈。这边我们看到了这边他介绍实如是的部分嘛哈。那这边呢哈，他这边也讲到哈，那以实如是来讲诸法实相的话，我们看一下，他若言其相，相即是无相，相如也。哦，就这样。好，那如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这边有讲不异名，名为如嘛。哦，也就是如是如是嘛。哦，就是这样子。好，好，所以若言其相，相即无相，那这就是相。哦，同学了解这意思吗？好，哎，同学看到这个有没有想到，就是很像《金刚经》在讲的话，所谓众生即非众生，是名众生的道理，对不对？哦，那所以这样一样，如果你要言相的话，无相就是怎样，诸法实相的相了。哦，所以以实相来讲，它本身是这样为无相。哦，如果我们心有任何一相，哦，或者是说我们还有执着任何一相，就没有办法入到怎样实相当中了。哦，这就是先破众生对相的一种执着。那若言其性呢，妙性天然。哦，这个性是怎样，天然。哦，然后性如也。哦，我们可以看到很有趣，有没有？哦，他这边想妙性是怎样，天然。天然什么叫天然？一般我们有说所谓的怎样任运腾腾，有没有？或者是说我们常常就所说的这种没有加以人的一个造作的，有没有？哦，这叫做天然。哦，好，
那络炎起体呢？体质增长啊，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增长。所谓的增长呢，就是说，我们看一下如来所得之法，真实常住。哦，一切的东西都是无常演变嘛，唯有能真正能够真实常住的，只有这样如来所得的法。哦，这边在《楞严经》呢，释约就讲到啊，这边世尊呐、独忘一切缘灭呐、然后独妙真常啊，其实这个真常呢，也是因为怎样对应这个诸妄而存在的。同学了解这意思吗？如果我们没有诸妄，就是种种的妄念的话，其实呢，也就不需要真常的存在了。啊，同学睁大眼睛在打问号，对不对？哦，也就是一般众大众呢，因为他有妄念，所以呢，为了对，就是说对治我们这个妄念呢，又来一个真常的一个假名的存在而已。哦，所以这个真常呢，就是因为怎样，有众生有诸妄，如果众生的诸妄其实怎样都圆灭的时候，其实也就不需要真常的一个存在。哦，那所以真常这本身也是一个怎样方便的一个假名而已。哦，那一般大众就会开始，抓完这个又抓这个，抓完那个，所以我们干脆直接就怎样，连真常本身都是一个假名了，所以也没有任何的执着性了嘛，对不对？哦，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体质真常啊，对不对？哦，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好，如来所得的法是这样真实常住的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样体如也啊。那络炎起理有没有？我们有说到的体，然后相，然后用嘛，对不对？哦，这个利就是称为这个用就是这样利用哦，利用就称真哦。那所以这样利如也哦。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这样。用如果说这个往外我们的那个所谓的力的部分它也是这样所谓的称真呐、因为真如的部分呐、对不对？这就称为力如也。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以真如来讲，它也是怎样没有办法用言语去形容的所以同学开始会觉得，好像所有的东西这样。讲到后面，好像也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的存在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诸法实相。你有任何的一个执着点，任何的一个妄念，就没有办法入实相。同学了解这意思吗？所以所谓的作也无作，然后那个还有所谓的怎样妙性天然，这些其实都是没有加以造作的，没有加以造作的只要有加以造作，都是所谓的妄念，就没有办法入实相，好，所以作，如果说有作的话，就这样，作而无作，作如也，那若言其因呐，生本无生呐，因如也，你如果说这个讲到这个因的话，本身也是怎样无生呐，同学就开始又开始，因不是所谓的都有在生住意灭嘛，所以他写最根本的因，他都告诉你这样无生啊，所以没有所谓的生住意灭啊，那个生住意灭也是这样妄念来的啊，那如果有这样念也是这样无法入到实相当中，好，没关系，我们待会会举其他经典给大家看。因为诸法实相这个东西，其实是佛与佛之间才能够这样尽知的。所以在言语上的形容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些形容怎样？好像都这样讲了，好像这样无讲，对不对？这很正常，因为本来就没有这样的讲啊。同学了解这意思吧？所以这个讲呢，只是就好像手指指着月亮。它只是一个借由而已，那还分成这样子其实我们也要很赞叹呐有时候
那些祖师大德们哈，为了让我们了解哈，他也是用了很多的那个方式来让大家了解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若言其缘然后佛也是啊哈，我们讲到那个其实祖师大德也是沿袭佛的一个讲法哦，然后把这些实相的部分能够尽自己的力量能够形容出来啊，哦，那实相的部分其实是你证到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怎样就在实相当中了。所以也没有这样的问题，啊，那因为我们现在在跟讲的、听讲的都是怎样一般大众、众生的部分，那众生的部分他怎样？你不讲他听不懂嘛？我们没有法莲华经刚开始不是有说，就是一般的那个经典的话，他有些怎样放完光，其实这部经就怎样宣讲完毕了嘛，因为。这实相的部分呢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去形容的。那再来这边所讲的这些东西就叫做方便了，哦，方便的意思就是这样，让众生能够尽量的了解，啊，哦，也就是用手指指月亮的部分，哦，所以不管是他在讲他的相的部分，或者在讲他的性的部分、体的部分，或者在讲他的因的部分，其实都怎样，本无生呐，啊，好，哦，本无生呐，啊，哈。那若言其缘然后性空成事，哈，以因缘来讲的话，一切本来就是这样，空的啊。哦，怎样讲呢？哈，同学，我们有把一些事情拿来做因缘性的一个分析嘛？哦，那分析到后面呢，哈，其实所有的事都是这样，因缘性和合才有成嘛。那如果当中有一个因缘性是不成的时候，就为这样空嘛。举个例子啊，今天我们大家来上课，对不对？哦，那现在有现场上课跟线上上课嘛，对不对？那线上上课也是一样啊，如果没有摄影机、没有网络的话，就没有办法成就这样线上上课嘛，对不对？哦，那这个东西怎样就没有办法这样，因为都是要种因缘和合而成才有办法嘛。哦，那你如果把那因缘性一直解析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些。事物其实都是种因缘和合而成的，没有一个怎样实体的存在啊，对不对？好，我们现在也是啊，现在因缘性上课这样一个半小时嘛，对不对？哦，那大家聚在一起，那一个半小时之后怎样就各自分，你就该离开的离开嘛，因缘性就这样散了嘛。哦，那一样哦，很多东西其实都是这样嘛。哦，如果我们在看这些众因缘来讲，所以怎样性空成事嘛，对不对？哦，好，它的本质就是这样空啊。哦，我们待会会讲到哈，它也是说诸法实相就是这样，讲到后面就是所谓的毕竟空啊。哦，推到后面就是所谓毕竟空。那缘如也呢？哈，若言其果，哦，不离果不离因啊，就是这样果如也哦。这个果也这样，不离因啊，因啊，哦，我们刚才说因是什么？本无生嘛。那果呢？果不离因啊，对不对？所以既然因本无生的话，哪来的果啊？对不对？哦，所以果如也哦。那若言其报呢？哦，业性昭然，报如也哦，一样啊，哦，也是这个样子啊，哦。如果没有以报来讲的话，同学想看看，没有众生的存在的时候，谁在受报啊？众生有没有所谓众生怎样？即非众生，是名众生嘛？对不对？哦，所以如果哦，我们都认为有我，哦，啊，有你，有他，对不对？哦，那本身如果怎样，没有我的存在的时候，谁在受报？啊，对呀。所以，以空的一个角度，这样，业性昭然嘛，这就是所谓的这样报如也。那若言怎样本末呢，则始终一寂呀、啊。哦，开始跟结束这样都在同一点啦、啊，对不对？哦，因为本生无生嘛，对不对？然后那个果又没，如果生无生的话，哪来的果？所以都在同一点当中啊。哦，始终一寂，哦。所以叫做啊，本若如也，也是就是如此啊，哦，没有相异呀，啊，哦，开始跟结束其实都没有相异，
好，同学，我们来这个就可以提到那个《大圣起心论》，有讲到我们所谓的那个成佛有没有？一开始本来大家讲就怎样，就是已经是佛了嘛，对不对？好，那因为一念的无明开始轮转嘛，那后面又回到怎样佛的一个状态嘛，所以是不是本跟末如也啊？一开始就是佛啊，对不对？因为一念的无明开始怎样轮转嘛。那后面又成为佛的状态是怎样？本末这样，一样嘛，没差别性啊，对不对？你能够说你在无明之前的佛，跟你成，就是说经过无明，然后修行以后成了佛，这两个会不一样嘛？一样嘛，所以本末这样如也。所以以上诸法一一如是之法，哦，故这样。究竟平等，一切本来就这样。以佛的角度来看的话，本来一切就是这样，究竟平等哦。然后即灭无二哦。同学，这个其实在讲叙述的都是这样所谓的诸法的实相。以实相的角度，本来就没有分了别性哦。我们会有了别性，是因为我们六识的一个这样了别嘛。哦，这样种种的妄念，所以有所谓的了别啊，对不对？哦，那以入到实相当中，一切都是这样究竟的平等，没有这样的了别性啊，哦，而且一切都是这样即灭无二，即灭就是我们的妄念都即灭掉了，那无二就是这样，没有那个了别性啊，有没有？一般人的一个分别都这样，有我有他，然后有白有黑嘛，都有对相对立的一个立场跟角度嘛。可是，在实相当中，其实这样一切都是究竟平等、即灭无二的。哦，所以同学听到这边，难怪是诸佛跟诸佛可以了解的一个信息，那个境界了，对不对？哦，所以文字用再多，其实这样还是要靠这样。你证到成佛的时候，你看这世间就是这个样子了。只是现在一般众生，因为我们执着于这个相，看到这个相，我们就这样，有时候有所谓的有生有灭嘛，对不对？可是我们有听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对不对？在我们还在众生还有妄念的时候，其实这样本身佛性都已经这样具足，都开始跟成就了。好。所以，同学，这些其实是在叙述这样子一个道理在。哦，只是众生，因为我们执着这个相，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执着、这个妄念、有这个相的时候，我们对于诸法实相的部分，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理解，因为我们认为这个相是有生有灭的。哦，就好像是同学有看过电影哈。电影的话，哦，同学点很用力哦。讲到电影，大家精神就来了哦。电影的那个前面有没有，都会有种种的那个演示嘛，哦，不管你是有时候是演什么样的角色啊，那个电影的布幕都是白色的，对不对？哦啊，而且电影的一个布幕都没有任何改变嘛，所以不管你在哪一道啊，或是怎样的演绎啊，你的真如、你的佛性都一模一样嘛。只是我们因为执着这个妄念，没有办法去觉察到我们的佛性的部分。哦，那诸法实相就是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哦，啊，只是我们因为怎样执着于这个相，所以没有办法这样执着这些妄念，执着于这些妄法，所以没有办法这样入真呐、啊。那可是如果我们这些妄念都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归真嘛？归真就是这样入所谓的实相。好、哦。哎，同学，如果有问题可以问，好、哦，可以问，好、哦，因为实相的东西，其实我们前面就讲难解，好、哦、难解，好、哦，那此书法实相一这样可信可解诸法，哦，他在叙述，因为这个叫做怎样方便法嘛，对不对？所以还是要怎样可信可解啊，对不对？哦，如果不可信不可解的话，如何称方便呢？对不对？所以因应众生的需要，哦，还是要怎样可信可解？哦，那所以三圣皆知啊，而难信难解者啊，哈，即这样诸法以明实相啊，哦，如果这个那个三对三圣的这些众生
大众来讲的话，它可以用所谓的可信可解诸法。可是，一般以佛，如果真的你要究竟到所谓的实相的部分，就是这样，难信难解。这个只有佛跟佛之间才能够这样究竟而已。所以听到这边，大家就很安心的，对不对？听不懂是正常。哦，大家开始这样，不错，好，好。所以这边这样，不是二圣可知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在那个大般若经里面有讲到所谓的诸法实相的部分。哦，他在大般若，就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里面有讲到37卷里面有讲到无住品。哦，他说四圣君呐，梵志以如是等呐，诸离相门，有没有？离相，我们刚才讲到诸法实相，相是什么？无相嘛，所以一定要离相啊。如果你还有相可得的话，就没有办法入到所谓的诸法实相。所以他这边讲以等怎样离那个离相门啊，与一切智智生一切智智，然后生怎样性解哦，要在对这个。成佛的部分要讲生信解，哦，那由此信解呢，与一切法皆无取着。同学，我们知道，如果你要能够成佛的话，必须要习般若波罗蜜多，对不对？那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其实就是一切法皆无所取着，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哦，你在那个大智度论里面有讲到啊，哈，所谓的那个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怎样？放一把四面火，把一切的这样执着烦恼全部烧光光，好不好？好，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如由此信解呢，与一切法这样皆无取着。好，那以诸法实相不可得故啊，无相的东西可不可得啊？不可得嘛，对不对？那既然这样不可得的话，你有任何取着的话，如何能得？哦，有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可以想一下，有一样东西呢，它本身无相又无德，你要去得它，这是不可能的事嘛，对不对？所以以诸法实相的角度，这样一切这样本无所得。啊，可那用言语去形容的时候，其实就对峙于我们的所得嘛，因为众生一般会有这样执取。所以会有一个怎样无所得的一个存在。如果什么都不执取的时候，那个所谓的怎样得跟无得，其实这样没有存在的一个必要性嘛，对不对？所以同学一般在看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了解众生有所得，所以而且众生很执着这个得，对不对？所以呢，这边很多的在经典上面，他会告诉你这样无取着。哦，同学了解意思吗？如果众生本身，我们大家根器都很利，本来就无取着的话，佛经就不用强调了。那可是呢，好不好？佛经我们对峙的还是我们一般大众的心啊，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那个，不管在经典上面啊，或是都会讲般若波罗蜜，就放一把火，把烦恼跟很多的执着性四面火全部这样烧光光，哦，无所。着嘛，对不对？那你怎样？你想留下一点点的执着性，那个都没有啊，对不对？好啊，禅宗也有讲啊，哦，你这样无立锥之地有没有？我们的想法连个立锥之地都没有，连个妄念，连个立锥之地都没有嘛，那就是所谓的无取着嘛，对不对？哦，那还在讲到那个禅宗也有讲到所谓的燕子飞过去啦，对不对？哦，燕子既然已经飞过去了，湖心当中都没有燕子的那个踪迹了，那请问？你还在执取些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在那个经典上面，其实都是在教大家这样无取着。那个无取着的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是因为众生怎样都在取着当中。好，所以我们可以一看到，当经典一直在强调无取着的时候，我们就要自我的一个怎样醒思啊，众生的取着心太重了。哦，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哦，所以
如果我们这样一切都无取着的话，佛经也不用一再的强调了。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诸法实相不可得故啊。哦，好，那如是呢，梵志呢，以离相门啊，于一切自智啊，得性解矣。哦，所以我们看到离相有没有？哦，本来以诸法实相就为无相嘛。所以你如果有相可得的时候，这样无法入诸法实相，所以这样皆要离相嘛，对不对？哦，好，那所以于一切法这样皆不取相，哦，不会去执取那个相，有没有？同学有没有发现都是不执取、不执取、不执取啊？哦，好，那后面告诉你这样，好。这个同学就开始，不取相的时候，同学就开始想无相了，对不对？他告诉你呀，连无相也不可执取，有没有破到底呀？有没有？同学有剥过洋葱吗？一层一层慢慢剥，对不对？哦，这个就是在剥洋葱，把我们的执着心一层一层的剥掉。因为众生有着，告诉你讲无着啊。同学又开始这样执取无着的时候，他告诉你，连无着都不可着。哦，我们可以看到佛经其实常常都在讲这样的一个道理在。哦，好，所以讲亦不思维讲无相，诸法呢以相无相啊，皆不可得故啊，有没有？相无相法这些其实都是什么妄念啊？因为有相，相有相本身就是一种妄念啊，对不对？如果要对治这个有相的一个妄念呢，我们就在当中告诉你无相法。啊，对治你的妄念本身是不是一种妄念？也是啊，对不对？所以在以诸法实相来讲，当中也是无念的啊，对不对？可是你如果跟讲一个无念，代表讲你又有念了。同学想看看，我们在讲无念的当中有没有你应该有都是有念头才需要无念嘛，对不对？好，所以这又是起妄念，好，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人的那个执着处就是这样，哦，所以他告诉你这样无念，可是无念本身也不可知，哦，好，所以我们可以我再往下看，哦。所以诸法呢，吼，以假相无相，皆不可得故啊。那如是呢，梵志由甚竭力呀，于一切法当中啊，怎样不取不舍？有没有看到？哦，你在一切法当中这样，你如果没有取，要不要舍？就不取不舍嘛。哦，众生一般来讲，如果有取，就要舍。哦，我们在讲那个一般大众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样，一直舍，一直舍，然后舍的当中，其实就必须要有一些，你既然要有舍的心的时候，那就必须要一个法门能让你舍嘛，对不对？因为你有得的心，所以还需要舍啊。那你那个法门用完之后，同学还要再舍啊，对不对？所以你干脆最简单的一种修行方式就叫做什么？你不取不舍，可是，一般大众有没有办法做到？没有，大家摇头摇得很用力，嘿。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法门当中会一步一步的告诉你这样，如何在你认为有得的时候，然后如何能够舍。啊，舍的时候呢，我们又执着这个法，认为有取的时候，那又如何再用其他的舍法再这样，再舍，有没有？所以我们一般修行就是这样，一直在这样取舍、取舍、取舍当中啊。那如果我们在一开始就不取不舍，那就干脆了嘛。哦，所以实相当中怎样，没有取舍啊，无取舍。实相当中我们刚才讲不二嘛，对不对？既然为不二，哪来的取跟舍？如果有取跟舍，就有二啦。哦，我们说啊，当你在那个一起取的法的时候啊，那不得了了，所有一念生妄念，妄法就生了，就整个妄念就生了啊。我同学想看看，你取舍的心的时候，谁在取？我嘛，
是不是又生法一法，对不对？然后我在取的时候，一取什么，对不对？哦，我们有取就有舍啊，对不对？就很多法都这样，满所有的万法就产生了。哦，所以一念生有没有？像我们在讲那个十二因缘当中无明有没有？本来是明，对不对？因为一念的无明哦，就开始这样，开始轮转。同学就会想说，哎呀。只是一念而已，为什么会开始轮转？一念生就万法生了呢？不要小看这一念，对不对？哦，所以十啊，彼放智啊，于自性啊，哦，解乃至于啊，哈、哦，涅槃这样亦不取着，有没有？一般大众有没有？在那个以小乘法的话，他们那怎样涅槃嘛？哦，因为他们一般阿罗汉就是这样，有个涅槃可得，对不对？是不是取？是取啊，对不对？哦，所以他们有没有办法入实相？没有办法，了解这意思吗？因为他们还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涅槃法可取。哦，所以如果你还有一个涅槃法可取的时候，佛还要怎样？再给你个法，让你去舍啊，对不对？哦，所以最究竟的修行是这样，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涅槃法可取的时候，不取不舍啊，就不用去舍了嘛，对不对？啊，你有个涅槃法可取的时候，后面还要怎样？哦，还要再舍掉这个涅槃法，哦，要不然你看我们看到那个阿罗汉这样，哦，哎呀，入涅槃为先啊，对不对？好、哦、啊，度众生这样，哎。那个反正他们执着于空嘛，对不对？哈，那些无众生可度啊，对不对？哦，所以他们赶快去入到涅槃当中啊。哦，好，所以这样，你到涅槃这样也不去着啊，所以者何啊？与一切法这样皆空哈、哦，所以本性有没有性空有没有？我们刚才不是说诸那个以那个诸法实相的那个性就这样为空嘛？对不对？哦，所以一切法这样本性皆空，不可取故啊。同学想看看哪一个法可取啊？众生执着于有嘛，所以认为怎样可取啊？哦，我们刚才在讲啊，哦，例如说同学现在听到涅槃，也是因为这样因缘性合合而成嘛，我们可以知道，然后修行，然后认为有个涅槃法可得嘛。这也是因缘性合合而成啊，对不对？哦，所以一切的法其实本身它都是因缘性合合而成。那你能够修到涅槃也是这样，因众因缘合合而成啊，对不对？哦，所以哪一个因缘性如果不存在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入涅槃？没有嘛。所以涅槃本身也是一个这样，哦，一切法的这样本性皆空啊，皆不可取啊。是众生执着这个相，执着于这个假名，认为怎样可取啊？哦，那以佛的一个立场跟角度来看，一切诸法实相怎样皆不可取，一切法都不可取。哦，同学有没有觉得诸法实相是这样破到底啊？哦，在这当中是这样，所有的这样都不取不舍。哦。来，我们再来看哈、哦，这边也是一样哈、哦，在《大般若经》里面有看到一个巧方便品，对吧？哦，它也有一个方便品，哦，它这边就讲到啊，十啊，具受善现白佛言啊，世尊，如来甚其方便善巧啊，诸法实相不可宣说，有没有看到？佛，哇，这个赞叹。哦，甚奇呀、啊！哦，这个奇其实就跟那个我们《妙法莲华经》的妙同样的意思啊，对不对？哦，为什么称为奇跟妙？因为没有办法用人的思维去思维的。可是怎样？因为要方便众生怎样，所以又硬是讲，为了要方便众生讲出来的，所以称为怎样奇，或者是称为妙嘛，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甚奇方便善巧。诸法实相是不可宣说，而为众生怎样方，为有情方便怎样显示，有没有看到？哦，所以这个东西啊，本来是不可说嘛，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妙法莲华经要宣说的时候啊，有没有佛的弟子一直请佛说，对不对？佛一直这样指指指指指啊，对不对？因为怎样，本来就是不可宣说啦，哦啊，因为大众想要知道，所以这样哇，佛怎样就慈悲哦，然后怎样为有情方便显示啊，哦。所以世尊啊，如我解佛所说意啊，一切法性皆不可说。如果同学能够以这样的，然后举一反无量来讲的话，哦，不止这个诸法实相不可说而已啊，一切的那个啊法性这样皆不可说啊，对不对？以佛的立场，其实怎样，一切本来怎样，也都是在实相当中啊。就算我们说烦恼即菩提嘛，啊，很多东西其实一样的道理。当我们在不管是十法界当中的哪一个法界的时候，佛性有没有存在？一模一样啊，没有任何的差别性啊，对不对？所以一切的法性，以佛来看的话，其实这样，然后以佛的那个智慧来看的话，对众生来讲的话，一切法性这样皆不可说，因为无法这样用言语去说啊，对不对？哦，所以佛言善现如是如是，一切法性皆不可说。所以者何啊？同学有没有看到？有没有讲到啊？一切法性这样，皆是这样，毕竟空啊。因缘性来讲的，我们一般比较能够接近了解毕竟空的方式，就是还是用因缘性嘛，对不对？哦，我们把那个以那个。有所谓的破虚空啊，把因缘性一个一直猜到后面，这样本质就是空的嘛，对不对？哦，所以这样无能宣说毕竟空者啊，哦，众生的执取那么多哦，你跟他讲毕竟空有没有办法了解？同学不要讲到毕竟空啦，光是讲这个空字啊，哇，那个同学就开始这样。哇，因为为什么讲空？现在的人对空这个字没有办法怎样，没有办法接受度都怎样比较有限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一般大众对于相的执着性非常的这样执着，所以我们都认为眼睛看到就是为真实，耳朵听到就是为真实。那你在你这执取性这么重以下，这么重的情形下，跟你讲空，一般大众能不能接受？很难嘛。对不对？所以怎样无能宣说怎样毕竟空，连空字都很难去宣说了，何况宣说毕竟空呢？毕竟空怎样？以佛的这个境界来讲，如何怎样？哦，一般众生如何能够了知啊？所以怎样无能宣说啊？好，就像我们在了解理解空这个，不要讲到毕竟空，我们理解空都有一个怎样距离跟怎样无法理解了，对不对？何况是这样，要讲到毕竟空哦，所以诸法实相一样哦，毕竟空也是没有办法去这样了解跟这样宣说哦。好，那我们回到这里好、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即诸法这样以名实相哦，这些都是这样佛与佛哦，然后乃能够这样。究竟哦，不要，并非是恶圣可知耳啊！哦，好，尔时呢，世尊啊，哈、哦，就这样欲重宣此意啊，哈、哦，而作偈言哦。好，他这边就讲啊，哈、哦，世雄啊，不可量哦。这个其实我们这个经典的部分之前有带大家读过了哦。他就在前面的那个寄送的部分，哦，同学如果那个可以查看一下了哈，在这边哈，这边尔时那个世尊欲宣说此意啊，哈，而作偈言有没有？世雄不可量有没有？诸天执世人，一切众生者，无能知佛者。哦，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吼、哦，好。
那他这边讲到就是这样，如是诸人等这样其力所不堪呐、啊，对不对？哈、哦，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他讲到啊，哈、哦，就是这样，不是一般的，这以佛的境界来讲，不是一般的众生能够这样理解跟了解的。哦，那个他所宣说的这些言说，其实呢，有时候也是这样，一般大众所不能够这样堪认呐、啊，有没有？我们不是有说那个以一般的所谓的法器有没有？哦，我们有称一般大众有些人这样堪称法器有没有？为什么称法器的原因就这样，能够承起这样的法。啊，有些一般大众呀，我们可不看到之前那个佛在宣说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人这样退嘛。哦，这就是所谓的这样不堪这样的大法。哦，那。其力这样不所不堪啊哈，这个就开始又这样重诵哈。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寄诵的部分，他的重就是在讲恶智啊，哦，就是这样，哦，很难去了解啊，哦，那个佛的智慧很难去了解，来显这样究竟的这个实相哦。那很有趣哈、哦，这边就讲了哈、哦，我们一般都称佛叫做什么四雄者嘛，对不对？那既然有雄，有没有？我们知道诸法实相为怎样不恶，对不对？哦，那一般大众有没有了别性？有嘛？一听到雄就想到慈，对不对？哦，可是这个佛的这个四雄是怎样？没有不恶啊，没有慈可披的雄，同学了解这意思吗？哦，以众生来看，看到熊会想到所谓的慈嘛。可是这边在跟你讲的是讲以佛的这个智慧慈相的部分有没有分别？有没有了别？没有嘛？是众生一般最相才有了别嘛？啊，佛的境界他慈相的部分他是没有了别性的，称不二嘛。那所以四听到熊的四熊的部分，当然以不二的角度来讲，没有词啊。哦，可以理解哦。所以这边就讲到啊，为佛呢超出凡圣而怎样独尊之称啊。哦，这个熊字，哦，当下哦就是熊。哦，没有任何的了别哦，任何的了别性。那这个他的意思呢，就是这样。佛超出凡圣而独尊者、哦、好，那言呢道场所得的果、哦、就是这边讲的就是这样如色那佛啊、哦、那他在菩提场呢、哦、初成正觉、哦、当他刚初成正觉的时候呢正穷这样法界的海会、啊、我们要知道那个一般佛的境界我们都用海有没有功德海嘛我们上一堂课有介绍嘛对不对然后以海来形容那个佛的这个智慧啊齁或佛的功德齁都是怎样旷劫修因啊齁所感之果哦这些都是怎样累生累劫这个累生累劫已经没有办法形容叫做旷劫齁所修因而感的果、哦、所以一切还是、啊、要在、哦、你要能够证求这个法界海会当中还是怎样要修啊对不对、哦、要修有这个因才能够感这个佛果来嘛如果同学不修的话如何能够感佛果呢对不对、哦、所以这边很告诉你这样要修啊、哦、那你如果修这些累生累就是这些旷劫当中一直在修这个因的时候就可以这样感得这个佛果哦所以怎样这个你看佛很慈悲对不对哦这就是佛怎样自证的境界了哦佛怎样自己怎样以他自己为怎样身体为怎样哦他是以他那个就是他也视线啊齁从人开始怎样有没有出生啊然后到后面的证成佛有没有哦这些都是怎样自证的一个境界、啊、哦那也很慈悲我们要知道佛其实很慈悲齁、哦、他为什么要示现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要让大众都知道众生怎样佛性都具足每个人怎样
都可以成佛。哦，要不然其实也有人会问呐，哈，那佛后面他既然在天界，那为什么不才从天界去成佛就好了？对不对？哦，那个就是因为如果佛从天人当中去成佛的话，人会不会觉得只有天人能够成佛，我们不行？对不对？哦，所以佛很慈悲，他是这样从人示现成佛，那就告诉怎样每个众生其实这样，大众其实这样，每个都可以成佛的。哦，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个这样境界。哦，那他自证以佛的自证的境界，这样只有佛能够悉知，佛跟佛之间这样能够完完全全、清清楚楚的了知啊。哦，所以言如是大果报者，哈。这个所谓大果报，就是指这样华上世界的这样无量的庄严啊，哦，然后这样圆融这个果海交彻无碍，哦，我们知道以佛的一个境界的时候，其实这样一切都是这样交彻无碍的。我们讲到毕竟空，对不对？其实就没有自爱心，就称为空啊，无自爱性啊，对不对？哦，所以以佛的这样的一个境界的时候，其实这样，他没有任何的自爱心，就算很多东西是交错的，哦，互相的交错，也没有这样的自爱心，哦，所以故云种种的性相意，哦，这些都是这样佛跟佛之间这样乃能够知的嘛，哦，所以前面这些其实都在讲四雄的不可量，有没有？那，啊，后面在讲啊，哈，哦，其实。以佛的这样智慧，不是一般的大众这样能够堪任起呀，啊，哦，能够一下听，然后能够这样就能够了知啊，哦，还是要靠证哦。这边就是这样，佛跟佛乃能够知啊，哦，以果海呢离言哦不可说故。到了佛的境界，其实这样，那个佛的境界这样离言了，言是什么？妄念啊。什么？我们的言语啊，有没有？有所说，皆为妄念呢？同学，说从哪里来？从想来嘛，对不对？哦，你有所说，其实这样，一切所说的这些，有能够讲的，其实全部都是为妄，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可说是啊，哦，所以。故云呢，言辞相即灭哦。所以同学有没有看到？如果你要入到是诸法实相当中的话，是言辞相都要即灭。所以我们知道，要不要执着于言辞啊？其实言辞本身怎样，太浅薄了嘛。你现在的言语，好，哦，来自于我们的思意，对不对？那佛的境界不可思议，那言辞也就这样，没有办法去形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言辞相要即灭，这个就是为所谓的离言之道。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佛的境界有没有？没有办法用言语去形容的。好，哦，那你要证到入到实相当中，连这言辞的这个相都要这样即灭，好，那万法这样，妄念这样。要接近才有办法归真嘛，哦，言辞本身也是一种妄念，啊，那大家就会问啊，那为什么佛还要用言说去言说？因为众生都还是这样，哦，需要言辞的一个这样说才有办法了解嘛，哦，那不然的话，佛刚开始我们就讲妙法莲华经放那个观有没有？先讲圆满的啊。啊，宣讲圆满，大家问号一大堆，对不对？好，所以又在讲，啊，这个讲呢，其实这样，不是让你去执着这个他所讲的这个言辞，而是当他用手指去指月亮的时候，同学能够看到那一轮的月亮的时候，连这个手指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有没有？所以言辞相都要即灭掉啊，有没有？以指指月，有没有？好，以这个手指指月亮，那个言辞也是一个这样方便的一个工具而已。哦，所以同学千万不要在
佛经当中就很多都用一些言辞的部分去这样，一直在那边钻研哈，因为言辞本身其实这样，我们就说太微薄了嘛，对不对？哦，言辞也没有办法去形容那样佛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这就叫离言之道哈，哦。那这样，同学们啊，这分别思量，思量分别就是这样，不二之境啊，对不对？同学刚才有讲到什么是诸法实相，不二嘛，对不对？不二就是没有任何的这样思量跟这样分别啊，一般大众都有嘛，有没有看到四雄就讲到怎样慈嘛，想到雄就有所谓之慈嘛，了别性嘛，对不对？哦，所以当你有熊的这个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还有这样慈的存在。可是这以佛在称的这个四雄有没有就超越了？哦，独尊的意思，哦，没有所谓的慈了，哦，这个就是这样非思量，哦，然后分别之境，哦。那其实，在我们打坐也是啊，打坐的时候，同学都会起妄念，对不对？哦，那妄念一升起，就是哎，我现在在打坐，啊，别人怎么做得那么好啊？我们怎么那个念头这么多等等，对不对？啊，所以这种境界就是这样，我们一升起，我们哎呀，我在打坐的时候就好了，就不要再做任何的思量了。哦，你有任何的，就是我们的念头升起，哦，我在打坐，哦，就不要再这样衍生了。我们会可以发现，我们妄念其实是很像这样。那个粽子有没有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对不对？哦啊，所以我们当我们已经觉察到，哎，我们的妄念升起了，哦啊，那就好了，哦啊，很多东西这样就可以慢慢的沉淀下来，哦，不然的话，哈，如果我们跟随着这个念头一直哎开始这样思量，又这样又分别的话，哦，那个妄念就一直产生嘛，对不对？哦，那这些皆为妄念。那以那个佛的这个诸法实相的部分，其实也是这样，所谓的不二，哦，同学可以看到这边，你看他告诉你这样，起三圣人阻堪，连三圣人都不堪，何况是众生呢？对不对？一般大众，哦，告诉你这样，非思量分别之境，同学，你的念头升起当中有没有分别？我们。性的东西，所以同学，这个都一直在打破我们的习惯性，有没有发现？哦，我们的惯性当中一直在思量，一直在分别啊，对不对？哦，他告诉你要入实相，就这样，要这样非思量分别。那我们那个妄念当中都起很多的言辞，对不对？哦，他告诉你要怎样离言呢、啊？哦，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就像我们剥洋葱，把一所有的这样可知处都怎样。都不可知啊！哦，这其实就是修行啊，对不对？哦，大众执着言辞嘛，他告诉你这样，你要入实相，你要到佛的境界，言辞相都要寂灭啊！啊，你一般大众又开始这样啊，有很多的识别跟思量跟了别哦，那告诉你这样，你要入实相，非思量了别分别之境啊！哦，就很像同学，我们可以看到。嗯，一般的佛经都会这样写佛啊，有没有？开始啊，哈，他入色未成啊，然后那个就是趺坐而坐啊，哈，很像很日常，对不对？哦，很日常啊。那我们在做的，他也在做啊，对不对？那当中有什么差别？同学有没有发现？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哎呀，佛这样子，我们。一般的那个比丘也是，就去托钵，然后回来呢就敷那个座位，然后就坐在那边在打坐。那佛跟一般众生的差别在哪里？佛这些动作的时候怎样？言辞相寂灭，而且怎样？没有思量分别之境，没有妄念啊。那众生不一样啊，众生都开始这样一大堆妄念。我今天托钵啊，那就开始想啊，好、哦、言辞相对不对？我们就开始想啊，今天要去托钵对不对？好、哦，这就是言辞相啦。啊，托钵以后呢，我们又开始想，哎呀，今天吃
那个不讲，人家能够就是布施些什么啊，对不对？这就是开始怎样思量嘛。今天的东西是好或不好，对不对？这些就是这所谓的分别嘛。所以从众生也有很多思量分别，很多的妄念呢、啊，对不对？可是佛怎样没有这些妄念？佛怎样没有这些的这些所谓的怎样言辞相也没有这些妄念，这就是动作一样，有没有？可是实质上这样不一样啊，一般大众这样很多的这样思量跟分别。那如果我们有很多的言辞相，有很多的思量分别的话，三圣人都不堪的，何况是一般大众呢？所以我们在说佛的境界的时候，怎样？哇，那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佛的慈悲了，对不对？三圣人都不堪能够了解的东西，佛要讲给一般大众了解的。所以有没有感觉到那个佛的那个慈悲啊？好，所以但可以心入也。这个三圣人都不堪了，也何况一般大众？所以一般大众只可以这样以这样心入。信应该被我删掉。信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它其实就是心所法之名。在与这个诸法的实体呢，跟三宝净德啊，是出世的善根啊，有没有？因为有种植善根的，所以怎样生为信乐啊？好，然后。那我们的心呢？如果能够沉静，就是怎样唯心一般大众的心妄念很多嘛，然后有很多的杂念那什么叫做性？那我们的心能够怎样沉静，就叫做性。如果你能够真正的性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沉静的。大家会说什么叫做性？那信难道是我嘴巴说？哎呀，我相信佛法所讲的，就叫做信吗？真正的信是讲我们心怎样沉静，叫做信。因为我们讲不跟着这些外境，这样心有任何的这样起伏嘛。如果你的心都一直跟着外境这样起伏的话，不叫做信。真正的信是怎样？我们的心这样就沉静下来了，没有妄念这样杂生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云何为信？就是在实德当中啊，能信忍，然后怎样，欲乐欲啊，心静为信，这些啊，要能够忍乐欲啊，然后心为清净，心清净，那对治怎样，不信，然后乐善为业，好。这个我们就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心有信住的话，心就沉静了，所以怎样，这个能够怎样以信入啊，也就是我们心能够怎样沉静下来，你不要说我们已经到了离言妄念皆净的境界，最起码我们在。读这部经的时候，或是听到诸法实相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心能够沉静下来嘛，对不对？这个就是所谓的怎样心入，了解这意思吗？我们一般的讲到诸法实相，这么难懂连那个三圣人都不堪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我们这样，还有这样心能够沉静下来，这样就能够这样。可以讲以信入耳啊，那此众呢，此颂呢，正为究竟一时之地为经所归之极致以常含中未尽所以在颂当中发名字因为常含我们知道那个一般的经文有分成常含，还有所谓的这样颂嘛，对不对？那个常含的部分，因为
有些人他在读的时候太多内容苍茫，哦啊，所以在诵章中他就把那些重点再讲出来，哦，人家说重要的讲三次嘛，哦，所以他再重复一次，让你能够理解，哦，所以他这个就是要讲的这样，就是究竟一时之地，哦，也就是讲实相啊，哦，他要讲的就是这样实相的部分了，哦，好。那后面啊，我们之前在读到那个经典，不是他就讲到，就总假使世间皆如舍利佛啊，也不能够知啊。舍利佛是怎样？嗯，智慧第一啊，哦，也就是怎样，满世间都有舍利佛，也不能知。为什么？诸法实相不二嘛。我们刚才不是说连涅槃法，涅槃法是不是二？也不取不舍，对不对？哦，那。涅槃法以二圣人取不取？取啊，对不对？所以他是不是符合诸法实相？不符合嘛，因为他有取，还要再有舍，哦，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样，这以诸法实相的一个立场，这样你如果说是满世间都是像舍利佛，也没办法知道的原因，同学了解了，因为一般的这样，这个舍利佛虽然智慧第一，他还是这样有取有着。哦，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三圣啊，哦，都怎样不知怎样恶智之身啊，哦，那边生子智慧第一的哈，哦，就像是那像舍利佛这样的哈，哦，满世间的生子啊，哦，满世间都是充满了舍利佛，也没办法知道啊，哦，所以亦证实呢，哈，哦，满十方的生子啊，和众生的众智也没办法知道。哦，这就是在告诉大家哈，哦，就算是，全就是整个那个十方的这些都充满了这样的佛的这些弟子的都在呀，啊，哦，都充满这些弟子们，这些和把这些弟子的智慧全部都合起来，也没办法知道。哦，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就是在告诉大家诸法实相，这个实相之怎样殊胜难懂，有没有？哦，其实他在讲的用意也是让大家知道这个之难懂。为什么难懂难解？就是因为怎样，这智慧太高深了啊，众生不都还有所执着嘛？哦，不要讲到一般大众，连那个二圣人他都还有个涅槃可知的时候，他也没办法解，也没办法懂啊，哦。好，所以你看哦，生子追智，好啊，不如怎样独觉之立智啊，好，哦，一满十方怎样，就像是竹顶这样多啊，和大众的智慧为一心，有没有？所有的智慧都加起来，好，哦，这样子经过了一劫之久啊，也不能知。哦，那你再讲啊，再更高深一点，用那个独觉虽立，也不落这样。菩萨的大根啊，哦，所以就算是这些独觉，就像是道尾啊，哦，就像我们知道所种的这个道尾这么多的时候啊，哦，啊，遍满十方的时候，合一心瑜伽，恒河沙劫啊，衔接思量亦不能知，哦，我们在那个这个经典当中，我们那时候在讲的时候，同学有看到吗？哦，一直在强调，那心发意之菩萨，哦，不落地上不退之深圳，哦，恒河沙之众心啊，思而求之啊，亦不能知，哦，不管，哦，这个其实，哦，就算是菩萨一样，哦，我们刚才讲到独觉的部分，阿罗汉的部分，现在举菩萨的例子嘛，那菩萨就算再多啊，哦，然后怎样和这些河沙的这个些众心啊，也是不能知道。哦，所以这个在告诉大家什么？只有佛跟佛能知道而已啊。哦，那所以信乎啊，佛智甚深微妙，以佛智啊如空的啊无所依啊。哦，同学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没办法理解啊，对不对？众生很都有所依啊，对不对？都有所着啊。哦，我们执着于这样有这个相，有这些种种的这些执着性。那一告诉你无所依的时候，哈，就像是，就有跟那个师姐们聊天了，哈，他就说有同学去听课，哈，就是听课，
哦，那当课程呢就介绍到空的时候呢，哦，那个就是居士就再也不去听了。为什么？因为怎样，空对他来讲怎样没办法理解啊。什么都是空的话，那我明明有我啊，对不对？那他会产生什么害怕的心？因为他把你平常所执的这个有的东西，他告诉你为这样空啊。所以你看，连空这个东西，大家都可以害怕了，对不对？何况你看，连那个佛的智慧是这样，空到底呀、啊，怕不怕？怕嘛！一般大众哪有办法去这样理解那个所谓的这样自如空无所依的这样子？哦，而且是这样超出思量心识之表，哦，不二嘛。啊，我们一般思量还有这样，都会有一种了别。他要超出思量心识之表了，哦，所以三圣人之所知心呐、啊，哦，要能够彻度而求境界，岂可得已？哦，所以不要讲到这些阿罗汉们，不要讲到菩萨也一样啊，也没办法知道啊，哦，那三贤十圣住果报啊，哈、哦，这些呢，哦，就只有那样佛一个人这样居在这样佛净土啊，哦，那。如那个九重生密室啊，哈，不许外人知。所以这个些呢，哈，佛的智慧甚深呐，哈，也不是这样，其他九界的众生能够了解的，哦，所以我们可以又告舍利佛啊，无漏不思议啊，哈，引知这样令得出啊，哈，这就它当中有这样解约嘛，哈，那因为已经讲过这个经典了，哈，我们就直接看它的一个解释。哦，此诵戒呢，吼、哦、是这样，令当信这样妙法，哦，这个就是要让大家能够升起信心啊，吼、哦，要能够这样相信这个妙法，哦，亦相信三圣是全。啊，同学，一般我们讲到菩萨就已经很厉害了，对不对？哦，那这边告诉你，菩萨也是什么方便法而已啊，哦，所以。妙法莲花经开权显实嘛，讲的就是怎样一圣，也就是佛圣而已，其他的皆为什么权，都是方便而已。哦，所以这边以实相离缘之道啊，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啊，一切这样都以心，而三圣人都是这样，哦，这些其实。所说的这个妙法呢，吼，都是这样，三圣都是全哦，所以以实相离缘之道，有没有？又非心是思量分别之境界，哇，又再强调一次了，哦。其实不管怎样讲啊，吼，他这边的言辞再怎样讲，都是告诉你怎样，佛智的殊胜性难解，怎样难能够很难的去讲了解它。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三圣人都是以心思揣度而求之啊。我们一般大众升起的心都是这样，哎，佛的境界，哎，大概是这个样子，大概是那样子，有没有？你只要有大概是有妄念的产生，这些都这样，都难知啊。有没有看到？我们一般大众的这种粗糙的心思，这样就没。那个连佛啊，跟阿罗汉那种比较维系的心思都没有办法去这样去揣测，能够得到，何况是一般大众的这种粗糙心呢，对不对？哦，一般到了正道三圣，最起码的烦恼肉尽了嘛，没有烦恼，心沉静了啊。那以这样的众生怎样还没有办法知道，那何况是一般大众的这种善乱心跟杂乱心，怎么能知呢？对不对？哦，所以。好、哦，这个法哦，这样甚深法为佛跟佛乃至，那诸人呢，但信之啊，哦，那信经为事实啊，哈、哦，信习为权，哦，这其实你当下信就是了啊。如果你还有那个习可得的话，那这些其实都是怎样方便法而已，哦，都是一些方便哦。则可怎样舍执着而悟入也？哦，这些都还要舍啊。哦，一般来讲，你要能够入实，都是什么？
都要舍啊，所有的执着性都要这样舍去，才有办法入实。你的妄念都要接近，才有办法这样入实相当中，对不对？哦，所以大经云呐、啊，若人欲是佛境界，当尽其意，这样如虚空啊。我们的念妄念都要尽了、啊，所有妄念都要尽，远离这样妄想及诸取，令心所向皆无碍呀、啊。如果同学的心所有的妄念皆除的时候，你的心怎样？没有任何自爱心的，好不好？我们在读《心经》的时候，不是有吗？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有没有照见五蕴皆空，对不对？有没有尽其意如虚空？有没有远离这些种种妄想？有没有照见五蕴皆空？这样度一切苦厄嘛？就一切的这些妄念都这样，诸取都没有了。然后，所以我们就后面就这样无挂碍嘛，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生死诸佛，对不对？哦，所以你这边在讲的，其实这样，我们可以跟心经做一个对照，哦，可以跟心经做一个对照，对不对？哦，因为心经其实我们就讲到观自在菩萨，其实那个观就是你用佛的智慧在看的时候，其实这世间就是如此如此嘛，所以跟这边所讲的诸法实相的部分，其实怎样是相呼应的。哦，同学可以把这一段的那个跟心经的部分有没有可以相对照看看？哦，所以如果你能够远离颠倒梦想的时候，怎样你就没有挂碍心了。那同学为什么会有挂碍心？是因为心很多的执着跟执取。哦。所以有没有发现，人其实这样，你哦，同学讲得很直接哦，自找麻烦嘛，对不对？哦，你去找一个执着，取这个执着性，然后所以你让你自己这样，又还要再把这个执着跟妄念放下，然后才有办法这样无碍嘛。可是，一般大众这样一直执取，一直执取。然后执取完以后，还要又要学法门，然后再来舍嘛。舍了以后呢，又因为他在舍当中又给你个舍法可执嘛，对不对？你这个舍法去掉你之前的执着性之后，那你这个舍法又还要再去掉。同学们发现人很无聊吼，一直在这个轮回当中，就是一直这样吼，然后直到后面整个尽其意如虚空，远离这些妄想跟诸取。所以最干脆的就是这样，都不要取，就不用放，有取就这样，看哪个法门适合要放，要舍。同学不要看到这里哇，很高兴。那这样子的话，我都不取，不取。同学不取本身也是一种取了。不好意思哦，当你想到有不取的这个念头，本身就是一种执取了，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哎，人真的是吼，执取心很重，对不对？哦，所以你也连那个三圣这样的一个心清净，没有任何烦恼的，都没有办法去揣测佛意，何况一般大众心这么多的执取，然后心这么多的散乱，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哦，要这样子，要是佛的境界，必须要有这些条件。哦，所以是其可以呀，吼，执着思量而求之也。哦，所以这些东西不是我们执着思量而可以求的啊。哦，好，所以我们下一次可能就是我们把经典的部分弄那个找出来，然后研读之后，我们再来顺这个底下的这个经文，然后就是它的意思的部分，这样会比较好哈。同学这样子会比较容易了解。哦，那这次我们就先把这样子用它的这个部分，或者同学可以找看有没有，就是，同学现在手上的版本其实是经文跟解释是一起的嘛，对不对？哦，那如果同学也可以找到就是这样的版本的话，可以就是给我哈，因为我目前找到的版本它都是在经文上面它有简约，有吗？就是你看它这边就写尔时。
大众中有诸声闻，然后后面就到甚深微妙难解之法。哦，所以这个版本其实，在使用上，哦，同学会有一点就是在听上面会觉得哇，那个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很完全的理解。那我们下一次可能就会把经文的部分再做一个，哦，截取或者是对照，这样会比较好啊。好，那很多课程的话，如果同学有建议，其实可以讲，好，可以讲。哦，所以这边有讲到此生子啊，哈，因佛子而不说，哦，所以趁大众呢之疑而勤也，哦，这些都是这样，佛一再的子嘛，哦，因为这又是声闻跟缘觉没有办法理解的，连菩萨也没办法理解，所以佛子一直这样子不说嘛，大众又很想听，然后大众就又一直请，所以这样。世尊此会入定放光，现稀有事啊！哦，那大众无不惊疑呀！哦，所幸这样，文殊已示之啊！哦，那今方初定啊！哦，不待众问啊！哦，而自叹二字之声啊！哦，大家还没有问，就先赞叹了哈！这二字之声，且云从前所说之法呢？哈，意趣难解，这都是二圣所不能够知。然呢，哈，一向闻佛哦所说的一解脱意，哦，我今已得啊，何尝不知？哦，而今呢，世尊一旦无故啊，哈，而作是说啊，哈，此我心哈，此我众心家甚可疑呀，哈。此证呢，哈，二圣信佛有没有？但入信耳有没有？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实相的部分，一般的大众只有佛能够进啊。可是怎样？我们可以一般的大众怎样？像那个二圣啊，或者是那个可以入信有没有？入信耳对不对？哦，那这边二圣就这样，但信佛语有没有？信有没有？入信耳有没有？哦，有没有？好，我们没有一般的像这些。阿罗汉这样心，哦，一般大众是心，还有疑心呐、啊，啊、哦，这讲的是真的吗？或者是法？哎呀，那这么难，我们有可能知道吗？啊，可是二圣人怎样能够入信耳，对不对？哦，人家信佛语，那可是呢，执嗔之心呐、啊，为舍哦，还有一个这样执着的心呐、啊，对不对？好、哦，所以将以习正为实，不知这样是权。哦，所以这些我们一般那个二圣人，他认为怎样？正涅槃就是实了。哦，可是他不知道，这还是其实还是一种方便而已。哦，一般二圣人怎样？他认为怎样？入涅槃就已经这样最高境界了嘛，对不对？哦，他认为那就是实了，其实还在权而已。哦，所以怎样？因次而起呀，哦，所以即生子虽至啊，哈，也还未免。怀疑啊，哈！愿闻今日怎样称赞这个因缘啊，哦，所以这样为大众请说啊，哦，这些都是后一再的一再的哦，不管是这些菩萨们哦的慈悲，或是佛的慈悲，这样都一再为大众请说啊，请说啊，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尔时舍利弗呢，从说是意而作偈言，哈，又再讲一次，哦，那这边这个句子的话，我们就下个礼拜，哦，那我们再把这个经文的部分，哦，把它截取出来，然后做一个对照，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哦，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哈，那我们大众一起来做一个回向，哈。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